准备打铁了吗？我敢喝白酒，今天你白起，今天刚好你在，我要喝啤酒，喝八点，准备要打铁好老，想去哪里喝？要听要听什么歌？不管 disco 电音嘻哈还是 disco 迪巴纳，这生活万岁，不醉。我年轻就是奔钱，隔天又要富贵，每天富贵，生活就是这么的单纯。每天都喝到妈妈，视线保持妈妈，走路都很活。跳起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我有点儿。够洋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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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洋葱。都来吧，大爷，他把你送到门。我要的最高，我是 Super Mario， 越快越 Every Day， 做一件我会飞，不想说不用回答，还是哦哦哦，哇哦，这太厉害到爆，还有人吹口哨，有人开宝箱，都有人在嗑药，不要管他，会不会带保险套，不怕被别人偷，不过都算过，再一遍，每天我和家亲我怕你来，地球里出现。都那个大脸的妈妈，哎呀我的妈，你哪里好了，每个人都会怕你啊，尖叫声，哎呀，来宾的朋友还没拿到海报呢，楼上的朋友，楼上的朋友是楼上，我们尽量丢。哎，接到吗？我等下丢一张给你们。我现在手上没有了。今天呢，算是我们第一遍在台北的户外的庙会，算第一场活动。会知道这场活动呢，是我的哥哥，又叫苏宏哥哥。我从小一起长大的。表哥吗？不算表哥。算干哥哥。算干哥哥。然后也是因为他，我们今天才有这场活动演出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有需要感谢一些人，对，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我的纸条，我要感谢的人。啊，我找不到，算了，我先发海报好了。纸条不是重点，纸条是学长，还在讲也可以。那我们直接下一首歌好了。好，这首歌呢，我们想要送给出外打拼的。